整齐划一的动作搭配着节奏，展现国军的力与美。暌违四年，宪兵指挥部警卫排重机再度登上国庆典礼舞台。空中焦点还有陆军航特部直升机编队展现武力，空军雷虎小组喷射出国旗色彩。 国庆倒数，国军今年当刚重要表演项目，国防部在6号推出形象影片，10+10的力量，记录这些官兵近期无论是日正当中，或是深夜时分，紧锣密鼓、反复操演的过程，呈现完美表现。为了国家生日祝贺，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深更半夜，透过影片也让人一探国军弟兄完美走位以及高超战绩背后的辛勤付出与努力。环宇新闻综合报道。